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大盘又反弹了38点，那这个盘是要怎么看？我想盘一路涨上来，想追也不是啊，不追也不是。说真的，这一波盘已经涨600多点了。当你要进场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心里有一个恐惧啊？安内干烫流，那万一追上去，它是一个高点，我想产生的压回的力道受到伤害会很大。那我们看看这一波格局，大盘从4月21日5565点开始反弹。到今天的高点，总共这个波段涨了669点。投资朋友，起个家呢？669点，今天高点6268、6238了。这样反弹上来的过程里面，涨一波，整理再涨一波。所以，投资朋友，目前的格局，我想如果我跟你讲，这个地方马上要展开一个大行情，叫你追，你也是怕怕的。这不要骗人，你涨那么多了嘛，涨那么凶。这一波的反弹，说真的，像今天没有量。没有量，它也可以涨，所以今天的反弹，说真的，真的有爆到底的波段能够赚得到的，我想是少之又少啊！不要骗人，底部都有买，但是后来都不敢，早就出场了。我想这是每一个人操作上的一个通病。那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一波的行情到底要怎么看？今天又涨了38点，那我们看一下大盘 K 线的形态，今天高点已经来到6234，从5565，4月21日开始涨，669。当然，前面下跌702，反弹669，那前波高点实际上就差30点而已嘛，哈。那我们看，如果从5255开始算，到今天高点6234，已经涨了将近1000点了，高百几点嘛。所以我们就来思考一下，反弹到今天，它到底是一个波段大行情的起点，还是一个波段反弹的一个满足点？同学们，这显然要分得很清楚，因为没有分清楚，要追进去很简单啊，反正。钱打个电话就追进去了、啊，要买股票不会很困难啊，但是追进去之后问题才会开始，因为为什么？你如果没有分清楚它到底是一个千点行情的起点，还是一个波段反弹的高点？毕竟涨这么多了嘛，投资朋友都没有休息呢。所以投资朋友这个地方当然要想一想。那我们看看筹码面，目前散户还是一样啊，最近这几天开始就进场，总共买了69亿，空单持续增加，目前是142万张。所以目前资券巨扬，包含法人投资朋友外资不断的买超，所以目前这个筹码面它是没有问题的，还是 OK 的，它的确是一个多头。但是要反过来思考另外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。那我们看筹码面，筹码面很棒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外资不断的买嘛，融资融券都在增加，资券巨扬，法人买，那表示是一个筹码面是有利的一个反弹行情。但是除了筹码面之外，还有技术面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看技术面的问题。技术面目前有什么问题？目前大盘的反压，礼拜五9天，今天还有8天，高点目前在这里，今天又稍微涨38点，所以目前季线还是往下的。我们来特写一下，目前季线还是往下，箭头还是往下，表示目前季线还是往下。那目前大涨到这里，大涨到这里，如果季线不能翻扬，投资朋友，那大盘会被拉下来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来思考，季线开始还有8天，对不对？这礼拜五9天，今天剩8天。它要开始往慢慢往下来做一个扣底了。当季线往下扣底，扣低加高，季线会怎么样？会往上来翻上去。所以技术面在8天之后，就变成多方控盘喽。跟背刚聊，这8天哦，多方就变成有利喽。为什么？一开始要扣低点，要加高点嘛。所以目前盘子在这边整理8天之后，怎么赶快呢？技术面就是 OK 了。那股神线有没有翻多？股神线说真的，到今天，那我们看一看，来。6月13日，大盘持续做一个600多点的反弹，它还是一样复线翻多，那主线它并没有翻多，告诉我们目前还是一样，这一波还是一个空头反弹的格局。空头反弹的可怕是什么？就是它反弹不上去的时候，它会再压回彻底，这就是恐怖的所在，跟多头的行情不一样。多头三线翻扬之后，同志们要三线如果翻扬，它压回的力道就很小，甚至你可以很轻松啊，买了股票你就可以去度假，都不用管了。但是现在的格局，它有没有翻多？没有，它还是告诉我们它只是一个空头反弹的格局。那什么样才是真正三线翻扬的大行情，可以让你抱得很快乐，抱得很轻松，赚得很愉快的？像这样啊，主线一定会翻多。大盘真正的大行情，千点以上大行情，那大盘的主线一定会翻多。大盘主线没有翻多之前，投资朋友，它要展开千点的行情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目前反弹600多点之后，主线有没有翻多？没有，这就是问题最大的地方。这也是一直到现在我没有进场去布局多单的原因。
投资朋友，当然底部的反弹上来，这一波我有赚了哈，这波期指的部分我大概赚了一倍。高点到近线以上，这一波我就没有做了哈，没有做多单的啦，应该说短线还放空被嘎。那为什么？理由我刚刚讲很清楚了，大盘的格局一定要三线翻阳，它才能够展开真正的大行情，包含个股一样。我们看这档股票，九三年四月十五号图卡，38块，空头反弹，所以这段反弹力道很小，反弹到48，涨10块而已。反弹之后再次压回，最后这个点，投资朋友三线正式翻多，从这里是48块，2月18号开始涨，涨到79块半，一波上来，投资朋友又涨了30块。前面空头反弹涨10块，三线翻阳之后再涨3倍。没有错，叫 Kizakoni 啊？为什么？因为空头反弹嘛，哈，副线翻多反弹，主线没有翻多，三线翻阳之后再涨30块，叫 Kizakoni， 空头反弹涨10块，三线翻阳再涨30块，再涨3倍。所以我们的真正的大行情，它就是这种架构，任何一个格局都一样。那刚刚你一定会说，老师那个去年的，那今年呢？今年一样啊。那我们看今年的，来神打，投资朋友看到？这什么格局？这不三线翻阳吗？对啊，它就会涨一倍给你看啊。所以任何一档股票，它要展开大行情，包含大盘都一样，三线尤其主线没有翻多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同学们，这我很坚持跟大家讲，股神系统不会错的，股神系统从来都没有错过。那我们看看，大盘既然是个空头反弹，那请问空头这个反弹到底结束了没有？刚刚讲过，副线、主线啊是没有翻多了，你再看一次哦，主线目前没有翻多哈，来。主线没有翻多，那副线持续做反弹，那反弹到什么时候会结束？甚至有机会真正三线翻阳，懂没有？那我们来看看六十分钟线结束了没有？当六十分钟线结束，就是反弹要结束了，行情就没有了。来看就知道嘛，哈，6月13，六十分钟线结束了没有？没有，还是没有。从哪里开始？从6000点开始，产生另外一波的空头反弹格局，懂没有？有没有结束？没有。六十分钟线告诉我们。这个反弹还没有结束，但是说真的，我叫你追你也是追得怕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涨600多点了嘛。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前一波的最低点5525，去年的最低点5525在这里，你讲，从7135跌到5525，跌1800点之后，当这个最低点出现的时候，同没有？当这个点出现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要你进场，你绝对很勇敢。那时候力道也很强，三个跳空缺口。但是说真的，现在并没有，所以我们对这个大盘目前的格局，它要马上展开大涨，我只能说目前我看不到，最少时间点还没有到，所以你稍安勿躁，不用急。那短线反弹的行情如果结束，你更要注意避开。当然，如果三线翻阳的时候，时间也快到了嘛，就这几天而已。真正有三线大行情的时候，无论如何你都要进场。我刚刚讲过，三线只要翻多1000点以上是跑不掉的哈。来，当然目前的格局你要注意到什么？来。注意到什么？投资朋友，我们先看看这个图哈，这一波都是外资买超，对不对？把股票买上来的，外资买最多的股票，这些是多头指标，这些股票没有卖，大盘不会跌。包含这一波空单的数量高达142万张，所以哪些空单最多的股票，增加最多的股票，库存最多的股票，这些都是你要注意的。为什么？大盘要涨就会轧空吗？大盘如果不轧空，就表示不会涨了。来，外资买最多的股票，你要注意来。空单融券的数量最多的股票，你更要注意。空单增加最多的股票，你也要注意。把这三张图交互比对的结果，好，这边哦，得到五档股票。这五档股票画颜色的，就是大盘的多头关盘重点。融资啊，这个外资买最多的，空单最多的，空单增加最多的，这些股票没有跌，大盘就不会跌。你发现这些股票今天都没有跌。所以今天大盘也是跌不下去啊！今天这五档股票都没有跌，都在平盘之上。当然讲到这里，我们必须来看看期指的部分。我想在操作股票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看这一波反弹，来，从4月21号5565反弹上来，到今天660点了。那反弹这一波的行情里面，投资朋友，这一波的行情里面，你看到今天台面上很多人都在讲多，他都在讲多，但是手中抱的都是空单。你会发现，我其实很多人参加会员都有这种感受。老师在电视解盘跟实际操作是骗人的，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早就看不下去嘛，因为它涨的过程，它还是一样一路放空上来啊。那放空的过程里面被嘎到了，电视解盘说它爆多单，甚至在骂空单的，
所以你看，老师，当一个老师把诚信这条外衣脱掉之后，那里面什么都没有了，一毛连内裤都没有了。当一个老师把诚信的外衣都不要了，做错就做错嘛，像我就做错啊，我做错我就老实讲，我相信投资朋友你可以接受的，因为我不是神，我也有主观预判的时候。所以当我做错的时候，我可以勇敢的面对。但是很多人他不是这样，他做错了还要批判别人，也就算了，还在骗电视的观众，骗自己的会员，这是很糟糕的事情。所以说，一个老师当把这个外衣，把诚信的外衣脱掉之后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连内裤都没有，都看到一个 LP 而已，真的有够难看的。这些人是谁？我想每一个人投资朋友，你心里都很清楚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可能参加他，最后你真的是痛不欲生，做错还在骗自己的会员，还在骗观众，这是很糟糕的哈。有没有？当然，我们在说这一波涨幅里面，从5565涨到6238，这一波反弹600多点的行情里面，投资朋友。最后这一段我真的没有做对啊，就懂我给我尬掉哈。那我们来看看最后这一段，我们待会再来看看前面这一段涨上来这一段，这两段的行情里面，有些人是一路亏到要尬开哦。那600多点都不用讲了，投资朋友，我是前面赚对一倍了，后面我说真的我没有按照股神系统来做。那为什么没有按照它来做？我们先看这个图卡，前面看外资买这么多，这张是5月30号图卡。外资买超1000多亿的，到月底前买超1264亿，买超很多。买完之后，投资朋友这边也有个格局，一样外资买很多，买完之后开始卖，大盘跌702。所以买完之后，当外资买很多之后，我们看看3月2号外资在做什么？除了现货买很多，他在摩台子3月份的时候，投资朋友布局的很多很多的空单，最后呢大跌702点。所以我们看到那现在的格局，五月底的时候他又来一次了，又买很多，买完很多之后摩台子。未平仓量又创历史新高，以往只要创历史新高重挫，创历史新高重挫，那现在五月底的时候又创历史新高了，所以这个地方我看到未平仓量这么大，我真的我不敢进场买多单了。那我想我解盘也是跟大家这样讲，这个地方你超上要稍微保守一点，我想一致都是这样的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数据，以往都对啊，未平仓量只要创历史新高蹦掉下来，创历史新高蹦掉下来，那现在呢五月底的时候又创历史新高。可这一波有没有掉下来？没有，它这一波没有掉下来的。所以我们看很多资料，看很多数据，不但说投资朋友你我一样啊，我就找很多东西看能够印证，能够让我操盘 更有自信，更有把握，能够对得起我的会员，甚至解盘能够解对，能够对得起观众。但是看很多资讯，很多指标，很多数据，很多操盘的一些依据，最后发现这个东西有时候准，有时候不准，有时候对，有时候不对，最后都产生这个不好的一个结果。那最后投资朋友，当我看完这个图，我认为它涨不上去了，可是最后呢，投资朋友最后它还是涨啊。那我发现这个地方我看错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看看最近的格局，礼拜五涨完之后早盘拉高杀到平盘以下，那为什么杀到平盘以下它还能够拉上去？为什么这个力量这么大还可以再拉上去？这是礼拜五的格局。那我们来看看礼拜五股神系统，股神系统从来都没有错过，有没有？从我把它研发出来到现在，它从来都没有错过。来，6月10号，早盘6198、6189压回，压回的过程为什么还能够拉高？压回破平盘为什么还能够拉高上去？原因是什么？压回拉高，来往下看，主线有没有破？没有破。护线呢？护线跌破又空，最后主线没有破，它在三线再翻多，所以又拉上去了，有没有？这是礼拜五的格局，格局可以啊。为什么这边破了死不了，跌到平盘还死不了？无限破，主线不细啊，主线还是很强。但是礼拜五收盘的时候，它发生了背离，我看到不？有了哈，它发生了背离。所以你要看到今天的格局，早盘的时候，因为礼拜五背离，说今天要修正，前两三个小时都在平盘以下，涨不上去。那最后为什么可以再拉高？投资朋友，原因是什么？那我们看看今天的图，好像有答案。来，6月13号，主线有没有跌破？没有。护线有没有跌破？没有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今天三线从来从开盘到收盘都没有跌破，虽然它在平盘以下。为什么？因为前天礼拜五指标背离，它今天要修正，所以它是在平盘以下修正。可是只三线有没有跌破？完全没有。最后呢？最后再拉上去，又可以啊，同样又创新高了。那我们来往前看看，来，从这边开始，这边是2号，5962，三线翻多之后，2号
三号、六号、七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号到十三号。投资朋友，什么格局？它都是一个字，叫做多头格局，都是多头格局。那从二号开始，投资朋友，说真的，这一波的反弹，我没有做对了。为什么没有做对？我们再回到刚刚的图卡，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都是没有用的。你看很多数据，看很多资料，最后那个都是有时候对，有时候不对，最后会产生很大的误判。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是的。你再看一次，摩台的未平仓量有吗？有啊，创新高的时候大跌，创新高的时候大跌，但是这一次创新高它不跌了，投资朋友，为什么？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产生误判的时候，最后是不对的。当然不对之后，我们就必须来找一个正确的东西，再把正确的答案找到。因为很多东西可能错了，以往都对了，可是这是不对的。那你就必须把最正确的答案把它找出来。到底什么东西永远都是对的？我发现只有它，百分之百相信它。所以这一波因为看到摩台子未平仓量创历史新高，所以我不敢进场抢多单，反而反手放空了。结果这一波的行情呢，我们发现，投资朋友，你再看一次，从二号开始。三号、六号、八、七号、八号、九号、十号、十三号，中间虽然呈速度跌破，但是主线一直都没有破。中间虽然呈速度跌破，但是主线一直都没有破。最后呢，你发现股价创新高了。所以我想，我今天很感慨，为什么？因为说真的，每一次没有帮会员做对的时候，我自己的痛苦真的比会员更大啊！真的心里真的是痛，不能说去自杀、啊，但是真的是啊，生不如死，真的很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帮会员赚钱，我觉得我有亏职守。但是今天在看到股神系统，投资朋友看完真的是很感慨，因为很多东西你看完，刚刚讲未平仓量，很多错误的东西，最后看到最后都没有用，你都把它抛掉了。最后感觉到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，能够帮助我的，还能够在我有一丝的力量的，到底是什么？投资朋友。铁鞋求遍天下无金仙，这一波反弹两百多点的行情谁做对？投资朋友，很多人都底部就买了，但是都一百点、五十点就出场了，出场也就算了，反手放空，放空也就算了，不是被高空还在骂别人，这种老师很多。投资朋友，我真的是不大想讲，真的我觉得有这个市场真的是很没水准，尤其有后面几个更很明显，真是没水准到极点。投资朋友，他带的动作完全就是做错的嘛。做错就算了，第一个可以认错，不认错，那你好好解盘，不用去批评别人。做错就算了，还在恶意攻击别人，那你都做错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讲说别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有没有做错？有跟会员认错吗？没有。有跟观众讲错吗？没有。也就算了，在骗观众，在骗会员，我觉得都是很不应该的。但是我们的电视很多老师都是这个样子，那你就想想看，有没有踏破铁鞋求真仙？请问到底真正还是你的？到底哪一个人这一波真的赚到了？今天是你的，你告诉我，有啊，在这里啊，就这里而已啊，就这里而已啊，这个叫什么？投资朋友，是股神系统而已啊，绝对没有第二个，我敢跟你保证。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这样从头做上来，投资朋友跟股神系统一样，从头做上来到现在没有，不能说卖一半哦，反手放空这都不对哦，沿路这样做上来。投资朋友，你告诉我，如果有这样的人，我参加他的总统会，你跟他讲，我参加总统会，我甘拜下风，我叫他做师傅，我拜他做师傅，公开拜他做师傅，放心，绝对没有第二个人。那我们讲完这一段行情，最近这段行情之后，真的是看到之后，第一个我说我没有做对啊，真的是我心里也很难过，因为做错单，我没有帮会员赚，会员跟我们其实很多了，那没有帮会员赚钱，心里真的是很痛苦。那反过来思考，很多东西错误的。那经过验证的过程里面，以前对啊，现在不对啊。验证的过程里面，真的是感慨良多。最后呢，找到处在找啊，看哪一个有用，哪一个啊真的可以用的，可以帮助我们的。我们希望很能够帮会员赚很多钱啊，但是最后发现都不好，通通没有用，只有一个东西有用。这是我令我最感慨的地方。投资朋友，讲完这一段之后，我想我要把前面行情再讲一下。来，我们看前面这一段，从5565开始。这一段反弹到今天600多点，最后这一段我没有做对啊，这200点我没有做对。那前面这一段呢？怎么样？前面这一段你有做对吗？那前面这一段我有没有做对？有，来我们看一下最低点这一天556，现货556，期货是5602。来，4月21，即刚5602，4月21，早盘最低点，对不对？下跌的最低点。
4月21日9:22，三个跳空缺口底部到了，今天开低走高盘，看到了吗？涨105点，市价买进9:22，收盘之前已经涨102点了，105点了，收盘之前再加嘛，这才是正确的哦，不是赚30点，赚50点就跑，那个不对哦，再加嘛，来277点。赚51%了，赚78%了，351点了。好，怎么样？到这一天，5月5日，国历的端午节，看到了吗？已经赚超过一倍了。这个点4月21日，这个点在哪里？电脑，这点在这里啊。看见？这一段我是做对的。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不能说做错啊，说多这不可以的。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谁做这边都有，会员的等级都写得很清楚。投资朋友，那我们看前面这一段，这一段下跌410点，很多人都是断头的哦。为什么都跳空的嘛？所以你看了很多跳空，很多人都是断头下来的。你看这一段6000点以上，看下来，这不是空吗？对啊，跌到5602，400多点。投资朋友。前面那一段很多人都是断头的，我不用讲了，这不用讲太多，这很多人断头，有吗？所以你看我写多么的骄傲，没错，投资朋友，前面这一段我必须讲很清楚，不是沿路被攻上来，那个不对哦。那最后一段我刚刚讲，因为看到摩太子会平常产生一个误判，所以最后这一段我没有做对。我说真的，我做错的时候我心里都很难过，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带的会员很多，我们一定要做对的。当然也不断在寻求到底什么可以帮助我们，最后发现。看黑都不好，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只有他。你看这波行情就对了、啊，投资朋友不是这样吗？没错嘛哈，从2号开始。当然，今天我也痛定思痛，我希望能够啊，以后能够把它彻底改掉，一定要跟着股神系统做，对他不用任何的怀疑，你跟着他做就会赚了。包括我一样，我对他不能再有任何的怀疑。今天跟他对做。投资朋友，你看就受伤了。那同样的，我相信今天你只要跟他对坐，一样你一样受重伤。我想这个是不会改变的，不用去眼球，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就在这里而已，就在眼前的这家呢，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多空的方向，就是股神系统。有需要股神系统的，欢迎打电话跟我们夫人联系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再回到现场。好，欢迎到现场。目前大盘涨了涨，跌了跌，多空的方向虽然大盘很明确，但是个股有点很大的落差。会涨的股票会涨，那会跌的股票也是会跌。我想礼拜我跟大家讲一档股票，这档股票6月10日讲的，那时间下午2:39:25印的三线翻多，长多的股票，这档股票是什么？投资朋友，那请问今天这档股票的格局是什么？来，电脑涨停板。另外一档股票也是一样，长多的股票一样都是鸿海集团哈，6月10日一样2:38:01印的哈，礼拜五上电视用的长多的股票，这档股票请问是什么？首利，来电脑画面，投资朋友们看到它涨停板，所以你们发现涨的涨，跌的跌，但是有些股票涨不动喽，很奇怪哈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走空了，我们个对呀哦，投资朋友不能再追了哦，好像不是走这一档哦，好几档对不对？这轮都结束了，这行情都结束了，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投资朋友涨了涨，跌了跌，买对股票才会赚。大盘、类股、个股其实都一样。有需要股神系统的，当然欢迎打电话跟我们夫人联系。我们今天暂时进到这里，明天再见。